小肥同學。今日一身啊，有少少英格咩蘇格蘭嘅打扮，就符合今日嚟到倫敦呢個地方同大家開 show。咁今日大家都知道，除咗我之外，仲有邊個？不過佢而家仲準備緊，我知佢畫緊條眉嚇。等我而家唱多幾隻歌，等佢畫埋條眉咧，大家就報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咯喎。咁啊，等佢畫緊眉嗰陣時咧，我而家就繼續唱歌俾大家聽。想問一下大家大家都有上網嘅習慣嘅係嘛？梗有啦，應該係嘛？大家通常上啲咩網啊？會唔會係138entertainment.com？梗有啦，唔上你點樣買飛啫？係咪先啊？OK， 咁除咗上呢個 somewhereentertainment.com 之外，大家會唔會留意香港一啲好熱烈嘅討論區啲網站啊？唔識睇字㗎？咦，真係嚇唔識睇字，係咪玩我啊？呢位姐姐？OK， 高登係嘛？啊，識貨！我而家有隻高登歌送俾你，送俾大家高登歌，希望大家中意得啫。Thank you。是挺有趣的一個香港討論區，就當一個手信送給倫敦的朋友，多謝你。喪打字到那邊万个知己拍掌，这一刻。
位巴打，各位師打，多謝。